好懂，我说以前的人就穿着这件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我们的进行人也是吼，每一个人呢一个比一个帅，帅哥美女。高雄进行队呢是一个最棒的观光指标，辛苦你们了，谢谢，是我们这个最棒的高雄市的观光代表大使，谢谢你们。哇，建立这个高雄市呢非常非常正面的警察形象之外呢，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观光行销大使。哇，小马们今天是这个小麋鹿哦，他们的头上戴上两只呢可爱的小麋鹿，哇，太帅了。哇，我们的记警们也是雄赳赳气昂昂啊。好的，当然呢这个记警队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执勤性，也希望呢吸引民众的目光，来做好犯罪预防的工作。哇，这个小马们这样子吼，哦，刚刚是顺时针，现在呢变成逆时针。这些呢马儿们平常是呢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照顾，而且呢可以在这个一定的速度当中呢，大家吼这样绕圈圈，顺时针、逆时针，都是呢象征出我们这个高雄记警队呢平常训练有素。大家不要忘记哦，利用这时候呢可以捕捉一下我们这些呢帅气马匹们跟这个高雄记警队们最帅气迷人的身影。今年的高雄大气球游行重新出发，重新感动，而且我们这个看到呢记警队当中有女生哦，去跟我们的 VIP 握个手好不好？接下来就是你可以握到